唐氏筛查，我们利用血中的一些激素水平的测定，还有肌酸计算机的公式的测定，他们主要筛查的是三种，一个是21-3体，一个是18-3体。这两种染色体的异常会影响到孩子的智力，有一个先天智障的危险，还有一个就是开放性脊柱裂，是一个神经管发育的异常，也会影响到胎儿的发育。查这三种疾病，那么所以在孕中期的时候，我们抽血进行这方面的检查，如果发现有这个唐氏筛查有异常的情况下，需要进一步的去做羊水穿刺或者其他的检查，来确定这个孩子有没有这些染色体方面的异常。唐氏筛查一般的情况下，我们在孕中期，那它的适合的时间是14周加6天，一直到20周，有的医院是20周加6天，也有的医院是21周加6天，那根据它的试剂盒不同，可能时间有所不同，但是我们建议最佳的时间还是在怀孕16到18周的时候进行唐氏筛查，它的准确率相对会更高一些。